接下来的再创世纪，你手上有多少坚硬的毒镖？给我一次，全都吐出来，一股都不可以留。我只是欠你钱嘛，你不能一直追着我吧？陈凯，我拿钱来了。如果正式拿到股份之后，我就会游说那些董事，让你进奥唐的董事局。嗯，朱小姐，你会不会接手奥唐集团？奥唐这么大，你一个人就想吞了它，胃口也太大了。一次吃不完，就慢慢吃。庄莹，现在正是吞并奥唐集团的大好时机。再创世纪，周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华语和粤语版的再创世纪。